那瓜哥除了新节目啊，最近儿子也交了女友，那是不是有约过年前要一起吃饭？哦，你说安安啊？对，吓我一跳，是我教你的。我一直不会去挑我另外一个。嗯，安安可能就事先跟我讲，我觉得过年期间一定会碰到一次，但我也问他其他问题，那是私密的问题。嗯，但是他都说他处理得很好。没事没事，喝水喝水。他跟记者讲的话，我会看不懂啊。他说送柯文哲，也送给蒋万安。然后他都要等我的节目，那我想反问他一句，你是上了柯文哲哪个节目，还是上了蒋万安哪个节目？就是我想要邀江大好。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个决定权不在我。旁白哥抱抱胡瓜看不懂熊尼男友江大成，而谈恋爱私密问题处理得很好，是综艺大哥胡瓜一支节目新搭档，是歌手兼口译专家兼知名 YouTuber Sandra， 怎么那么夸？我一直不会去挑我另外一个，每一个人来都对我来讲是互相取经，不管你给我是谁，我都不会拒绝，但是我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。像 Sandra 我也去上他的网络节目，就将来我可能会接触 YT 啊，他很聪明啊，一点他就不会再犯的错，因为什么？人他是跟以前在边上看到就不一样了，很瘦，很瘦。我那做西装的师傅已经快疯了，就是刚做好，下个礼拜他又不能穿了。我的体重掉不是我自然要掉，是因为我已经养成营养师的习惯，芹菜拔蜡，果汁一定要打芹菜拔蜡，真的会帮助你排便。整体的身体状况来讲，你的肠道如果是好的，你就会长寿。这礼拜三天的瑜伽、重训、伸展、拉筋、滚筒都要做。那瓜哥除了新节目啊，最近儿子也交了女友，那是不是有约过年前要一起吃饭？安安。哦，你说安安啊？对。吓我一跳，是我交女友。安安可能就事先跟我讲，我觉得过年期间一定会碰到一次。之前我每天在追她，我也关心她。那我说你现在节目停了，你要有什么计划？他说你放心，我最近在学餐饮啊，跟学运动。你为什么都不交女朋友？是不是爸爸把房子给你太早？你都窝在那边，你几个那些宅男都到家里玩手游。他之前从来没骗过我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因为在上个月我去吃饭，跟家人聚餐，他就说爸爸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交女朋友。我说哦，对，你交女朋友正常，他大大方方认爱啊。他说有啊有啊有啊，没多久他就被拍嘛。我对他也是正常啊，他也没躲躲藏藏啊，但我也问他几个问题啊，但是私密的问题。嗯，但是他都说他处理得很好。没事没事，喝水喝水。不要聊我儿子。那改聊熊尼男友江大成好了，他去年出书请胡瓜当推荐人，几乎所有推荐人都拿到书了，独缺胡瓜，有点奇怪你。他跟记者讲的话我会看不懂啊，他说送柯文哲，也送给蒋万安，然后他都要等我的节目，那我想反问他一句，你是上了柯文哲哪个节目，还是上了蒋万安哪个节目？就是有想要邀江大好。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个决定权不在我。我想看吗？啊，你想看吗？我就想看。三娱乐新闻欠书欠过年报道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天天小乐吉祥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